球棒跟手套也可以交换的，两位都是二刀流的选手。那其实陈虎在高中时候是又投又打，那詹子贤本来是投球非常优异的选手，后来也是改练打者，也闯出一片天。两位都是投打二刀流的选手。好，我先跟他报告一下，我们今年第二轮选进来的那个很强的国手詹子贤，他的合约内容哦，他的签约金420万，他的月薪9万，那有80万的激励奖金，那合约到明年年底。这是有关詹子贤的合约内容，跟大家做一个报告。好，那第一轮的陈虎，我想各位媒体都很关心，我在这边跟大家报告一下他的合约内容。他的签约金打破了台湾高中生也有史以来最高的记录，他的签约金是520万，月薪6万，那还有100万的激励奖金，那合约从今年开始算，大概3.5年。大概3.5年，前面一点哦。爸爸的那个出生的那个年纪哦。好了，那讲严肃一点好了。其实刚教练有讲到，其实爸爸对你影响蛮深的。那其实爸爸虽然说不在，有没有什么话想对爸爸说的？其实很感谢他一路以来，然后栽培我这样，然后只是可惜他不能看到。